你为什么要学我？我没有学你，那你为什么要学我穿不一样的衣服？我跟上次一样啊，就没创意。你看，我还特地去用了一套，你们看到我这酷炫的眼墨镜，都是为了这次。哎、这次要干嘛？哎，这次我们要做实验，每次都嘛是做实验，哪一次不是？啊，我们一直拍动漫实验嘛。对啊，总是要犒劳一下自己。我们今天来到台大体育馆 cos 展，没有，是 CWT 哦 ，CWT 同人展。我们来到这边可以大饱眼福，多开心！这样子看到的画面多好。但是，如果只是看就没意义了。有啊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只是看就没有意义了，好吗？平常你有接触过女生吗？有啊，是你没有。我们要让自己也受欢迎。你忘记上一次你让我受欢迎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比赛，看谁比较受欢迎。我只是这样，有一点没创意，因为我上次就这样。一点。而且我今天又没化妆。对啊，你上次有化妆。变一个绝招给你看。好。看看我们有什么不一样。好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哟，为什么你也换？我换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来去比赛，看谁比较受欢迎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看前面就知道，这个胜负落差有点大哦。没有，没有拍到。没拍到等于没有啊，那叫理由。谢，你是因为我的摄影师。哦。我不了你。哎，对，刚刚忘记讲惩罚，真是不应该。那我们惩罚要什么？去撩妹叫电话，要到才送。你 FB、Line、IG 都可以。那哪里？你现在又变成打扮得这么受欢迎，还有人找你拍照？不要动动眼啊！不要，我都不要。你都不要？那你要怎么跟观众交代？你不够受欢迎。我不够。好吧，那我们烂丁丁就是这么的烂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